本视频用于介绍 Stevie 亚太奖的参与过程。首先需要填写好表格来申请报名说明书，随后报名说明书就会发到您的邮箱。报名说明书包含网站上所有重要信息的链接，内容包括怎么样选择各个项目和怎样准备及递交报名资料。下面请看所有项目，这里有各种选择供大家参考。请确认主页目录各项目中每个项目的参与资格。各项目的参与资格内容类似，如果对选择项目有疑问，请联系我们。建议您添加附属资料，如网页、媒体报道内容、工作样本等，需要至少添加参加机构的网页。在网页中，您可以看到历届 Stevie 金奖获得者的申请过程，这里有获得评审委员们高度评价的例子供您参考。选择好项目后，根据说明填写好保密申请表，将申请需要的资料打包提交申请后，会自动生成申请账号。选择第一个项目后，上传资料到系统。在第一个项目中上传资料后，请检查添加的链接是否正确。保存申请表，根据需要按照同样步骤完成其他项目。填写完成所有申请表后，一次性提交。通过信用卡或者国际转账支付报名费。这样您就可以轻松完成报名申请了。
另外，无论是否您递交申请，我们都会邀请你参加评审过程。您可以作为评审员来监督和评审整个过程，并通过网络随时审查。但如果你参加某一项目，就不会成为该项目的评审员。评审员名单会在网页和颁奖晚宴项目手册中公布，还会收到感谢荣誉证书。如果你对报名和参加有任何疑问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谢谢您的关注，祝您在竞选中好运。